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27岁南韩女星朴信惠气质出众，邻家女孩形象汗水汪汪，大眼魅力十足。童星出身的她，演艺事业耕耘有成，拥有不少死忠粉丝。日前 ，Coach 1941于纽约秋冬女装周发表2018秋季系列，朴信惠受邀出席。事后，她在社群平台上传与知名模特们的合照，高颜值的组合超吸睛。昨日，朴信惠在个人 IG 晒出与 Irene Kim、水原希子等知名模特的合照，并写下越来越感觉有魅力的 A Train Noise Code Irene Kim， 还有独一无二的她 RTM 开口水原希子。照片中，朴信惠身穿毛绒外套，看起来贵气又不失优雅，并与 Irene Kim 一同比出剪刀手，对着镜头露出灿笑。而另一张与水原希子的合照则是嘟着嘴摆出搞怪表情，模样相当俏皮可爱，虽然是演员，但摆起 pose 一点也不输专业模特。粉丝们看到也纷纷留言大赞，真的很漂亮，姐姐的气质很棒，心都被你偷走了。南韩女星朴信惠气质出众，邻家女孩的清纯模样，汗水汪汪，大眼魅力十足。翻摄自 Naver， 朴信惠在 IG 上传与知名模特 Irene Kim 的合照。翻摄自 IG， 朴信惠又与水原希子一同嘟嘴摆出搞怪表情，模样相当俏皮可爱。翻摄自 IG。